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万达广场，万五达姆。今天因为听很多朋友说，万达广场今年的农历新年的布置是非常有特色，很漂亮。它那这个有关在潮汕地区的一些名字啊，来做它的主题啊，有潮州啊，界阳，还有普林，各式各样的地方的名称来设计那些建筑物。所以今天一定要来拍，因为明天我就回凤套，回家乡，准备跟家人一起过新年了。好，希望能够拍到一些漂亮的一些景色啊，布置啊，给更多人可以看得到。好的，我们先进去了。一到时候感觉真的是很漂亮哦，好美哦，哇哦。哦，就有几个地方，南澳、大埔、惠来、丰顺、普林、饶平、潮安、澄海、界阳跟潮阳。哇，走上来的感觉还是挺漂亮的。哎，这是它的大堂，叫万达，哈哈，万五达姆。OK， 哎，那后面有假山。其实假山应该上次我来过，就是他们就是延续这个圣诞节的布置吧。这之前是一个雪山啊，之前我假如拍给大家看的，雪山下面有一个碧蓝色的湖，没有拍到哈，所以现在补给大家看。然后他把它换砖了，换成是中国的山水画的砖。然后这边有一些潮具的这些潮具的这些装扮哦，这个应该在这新年期间应该有拍一些应该有一些活动，然后其中应该是有一些潮具的表演，或者一些潮州大锣鼓。OK， 雕旧老够 logo instrument， 琵琶、二胡、古筝、风鼓、花杆鼓、排鼓、中原、唢呐。OK， 这些都会在这边表演哦。然后这个就是它的周遭。一般像周遭呢，它就一些小商店啊租给人。然后这次的主题呢，它是衬托出就是中国的这个宜春，因为毕竟福建潮州都是靠海嘛，这边都是古业比较多哦，衣柜比较多，所以整个这个设计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我们再看看另外一边，好，就它的设计就是一个海港或者宜春也好，然后我觉得挺有味道的，毕竟是有一点心思啦。 OK， 然后不晓得今天有什么活动，应该是拜六礼拜天才有，因为我昨天本来是要来的，然后出了一点有点事情要去处理，因为昨天安排了大扫除还有一些其他事项，所以没有拍到，没关系，等一下我再下来看看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拍给大家看的。我现在海边看，也是有它的特色在哦。然后这边有这个潮州风俗过大礼。OK， 或者福建也是啦，这基本上就是说当要结婚的时候啊，他们有一个过大礼仪式，然后要准备的这些所谓的嫁妆里面呢，有包括这个聘金龙凤烛啊，这应该是潮州 OK， 然后还有喜饼老麻粿、发财 OK， 然后还有其他的东西都在里面哦。然后这就是里面的这些所谓的过大礼所要准备的这些所谓的礼品啊，还有那个这个篮子，我记得我小时候还看过的。 OK， 做的还挺齐全的。然后这边呢就是有新郎新娘 OK 啊，这些所谓过大礼的东西过来 OK。 然后我们再看过去看这边茶卡 OK。 然后这边又是什么呢？这边就是
醋花园，我们讲桂花园，醋花园 OK。这个呢，基本上醋花园呢，基本上是给成人礼，给那些潮州的那些小孩子啊，不论男女啊，只要超过十五岁，只要是十五岁的时候呢，他们就有一个仪式，叫做醋花园，就说证明他们已经成年了 ，OK， 他们是大孩子了 ，OK。当家里面有孩子超过十五岁的话呢，那基本上呢就会拜拜，然后就给。要准备五色花给小孩子啊，十五岁的孩子去冲个凉，然后就拜一些祭品，然后就是这样，然后穿什么？穿红衣，还要穿茶靴啊，我们讲的木屐啊，这些都是潮州风俗哦，很特别哦。然后如果没有错的话，上面的这些花灯呢，应该是属于潮州市的花灯。因为我记忆中我小时候也有看过这样子的花灯，好像只有在潮州人的家才可以看得到，如果没有错的话，如果有错的话请指正我，因为潮州跟福建都差不多一样了，OK。 然后这边呢就是像潮州的整个住宅环境，基本上他有提到就是关于潮州人，他们是一个还蛮团结的，就讲他们都会结合在一起，然后以务农啊或者捕鱼为生啊。然后有提到这个四马拖车，这个我不是很清楚，不了解。然后什么三落二火，赶一包，赶后一包啊。四点金我就知道了，四点金就基本上如果是讲聘礼的时候就有一个四点金嘛，如果是没有错的话 ，OK。然后我去过回去。潮汕也是回去揭阳，因为我的祖籍是揭阳，回去基本上都还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很传统而且蛮有古迹的这些建筑物啦。还有提到我们池塘，对。好，我们看看一下里面的设计是怎么样，还蛮古典古风的。然后当然周边都有卖这些礼篮啦，因为新年到了，在马来西亚就很多的这些年饼，各式各样的年饼，就是在马来西亚会看到新马这一带吧 ，OK， 我不晓得印尼也会不会是这样子。好，现在的礼品也是蛮多的。然后在新马这边过年的话呢，就有这样子的摆设物质了，吊在家里面啊，或者买些元宝啊、吉祥如意啊，或者类似这样子的一个贴纸啊 ，OK， 贴在家的门口窗口，然后买一些。吉子大吉大利，子孙满堂，笃定甘来，甘来啊！然后我觉得这都是很传统的建筑物啊。这些我不晓得其他的中国人的看到，我们叫嘎勒戏啊，小就是所谓的那种小小的那木偶戏啊，在福建啊，福建戏、广东戏、潮州戏。客家戏应该都有看到这些所谓的传统的这些木偶戏，它是用手来操作的，跟皮影戏是两回事了。